新发现。每人写三个纸条，名字、地点、在干什么，抽看自己会是啥有趣的事。这个刺激，我去拿。刺激吗？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要写一些刺激的才能。别急，这个不缺啊。我们已经写好了啊。你们已经写好了？对，我们分别每个人就写一写干什么，或者是谁在哪里。对，我没有在后台写完。那我呢？你没有参与吗？不知道你刚刚在干嘛呀？所以上面有我的名字吗？没有，这里面名字每个人的都有的啊，所有人都有。对。哦、啊，那我们随机抽是吗？对，我们先这是。这应该是人物，这是人物，要一个一个你来吧，对，一个人抽，那你先，郝静怡先吧，开始吧，哎，反正也不一定是我嘛，对吧？来，先拆开第一个，你先拆开第一个，看看是啥。沈梦瑶，哦，请进。哦，好，你是什么？地点？哎，你运气怎么样？我挺好的。这个吧，在哪里？什么？不行，我换一个。我看看。啥？这怎么做？这个换一个。什么东西啊？因为这个跟你自己有关。对，重了。对，哇，大家都什么要在厕所？谁写的在厕所？还要哪里有厕所？谁写的在厕所？模拟厕所吧，要不？不是。谁写的？最后一个。这靠谱吗？蛙泳。是什么？蛙泳，厉害！厕所哪蛙泳？那这样吧，你直接在这儿蛙泳也可以，咱们给你降低点难度，可以吗？我们模拟一个厕所好不好？啊，我们模拟一个在那你们要一排人站在这儿？是呀、啊，就洗手呀。看我上厕所，洗手呀。那我们在旁边洗手吧。那你洗手吧，你开始蛙泳吗？可以吗？哇，我这洗手间好大、哦、我先洗为敬。我也先洗为敬。这水也挺凉快哦。对，还不错。你那儿有那个吗？哦、这人干嘛、哎、这人干嘛、哎、地挺脏的呀。哎姐，地挺脏的。姐干嘛？不行吗？姐咋了？然后厕所是你家吗？不是不是不是，你继续随便自由泳或者什么泳都可以。啊，仰泳啊。哦哦，你那儿有洗手液不？哎，谢谢。姐，你那个，你是这是往西南菜啊？怎么这样了？自由泳，厕所的美人鱼怎么样？可以可以。健身、游泳、瑜伽，了解一下。过了。OK， 下一个，这个抽了的就不放回去了。啊、哦，我拿着呢。千万别再抽到什么样了。王毅抽人物。每个人都会轮到的，大家大可放心。郝静怡，郝静怡啊，在哪里？不要放回去喽，不放回去。好的，我开始晃。地点，哎，我是，哎，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刚抽过了，那也可以抽啊。不是，就是刚刚那个作废的那个，没有作废，那也可以用啊，在我手上可以用啊。那我就抽这个。好，郝静怡在沈梦瑶的背上。为什么又是我？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谁在搞我？对，到底是谁写的？说土味情话。哎，这个感觉还蛮浪漫的。来，有这位姐又要回到刚刚蛙泳的姿势了呢。那有一点，你直哪雅观？你直接跳上去吧，要不然你可以趴在地上呀、啊，或者他背在你身上，要不你坐在他背上。不是，趴在他背上，趴在沈梦瑶背上。对，趴着是这样子趴着吗？就是我这样子躺着，他这样子趴着。这是一个什么行为？野餐吗？这是在？那还挺不是，没有人野餐会这样的吧？就很惬意的看着阳光啊。那为什么一个人要这样，一个人要这样啊？那你侧着吧，而且叠着吗？那在腰上好不好？不要背，腰上。你侧躺着，趴着，就像那个趴着不是画一样。趴着吗？不是，他只是背着他。我大概知道你什么意思了。哎呦，差点。来吧，你想背他还是？那你们背对背拥抱吧，要不然背，或者你直接你背得动他吗？嗨，我很哎呦，那就背吧。既然你想背，就背嘛，你就背吧，背嘛。可以，这土味情话，哎呀，我不是一个很土的人。等会儿各的，想好了吗？你土味情话想好了吗？想好了再上，想好了再上哦，不然怪累的。你倒不必，倒不必，快想快。你要没想好，我们就先下一个人抽。我想到了一个超级土的。那要不你上他的背？要不你上，凭啥呀？你自己都 Q 了呢？不是。
我告，但很土很土，土到土到就全世界嘛。我推一下，我跟你说一个吧，飞群。啊，真的很土。我跟你说一个，飞群太土了。飞群、啊，你觉得如果你是泡面的话，你觉得你是什么味道的？哎，算了，我来对你说土味情话吧。你让我说完好不好？如果你是泡面的话，你觉得你是什么味道的？番茄味。那我可以泡你吗？哇！哎，我想到了，泡面只要3分钟，而泡我只要一句在吗？在吗？不在。是吗？你看我都能想到这么多，他也能想到了。那这样吧，你背他吧。哎，你们反着来。我背他，我来说。哦，好，可以，也蛮浪漫的。你知道吗？你趴在的不是我的背上，而是我的心上。你很轻艳，好了吗？够吗？怎么样？回你一个。那心脏负重还挺大哈。可以可以。哎，你还要回我？啊，还有啊。还没有享受完，侯静怡。这个感觉。侯静怡说不够不够，再来。这个 feel。你要回吗？嗯。算了，他就是想抱你一会儿。他就是想抱计划搂我一会儿。OK， 下一个不行。我来抽。在谁？谁在哪儿？谁在这儿？我看看、哦。我给你拿。细珠。在哪里啊？在千心怡女生的手。哎，这是干什么吗？错味了，就应该在这儿吧。这个应该是做什么？那就做什么吧。那我再抽一个地点就是了。你先想好心仪女生是谁哦。现场在台上和七七一起。你自己牵着自己的手，然后再要牵一个牵一个心仪女生的手。那这个作废吧。哦，不作废，这个回去吧。回来。嗯。但是在舞台边缘牵心仪女生的手。OK OK。这样吧，你先去那，然后你叫我们先站一排，然后我不能和他。双人一起走，这样我们大家站一排后手伸出来闭上眼睛看看他会牵谁走怎么样。那如果没牵到多伤心，你这样让我多尴尬呀。我们就互相牵。琪琪你说如果没有被牵到多尴尬。你想让我牵吗？我可没有说啊，现场拉票了。他的眼神好真挚哦。琪琪我今天手就是为你而牵的呀。我们闭眼了。你干嘛睁着眼睛？他在那傻笑，睁着眼睛看。开始了没呀？哎呀，开始没？来了来了，马上了马上了。我以为被牵走了。我觉得有一位成员不是很真挚。哇！来了，跟我一起来到舞台的边缘。为什么可以牵两个啊？I love you， 我哭了，记住，记住，飞行员，三个人都你都不配拥有姓名啊！这位成员，不真诚啊？为什么？就是不真诚啊！你凭什么鉴定我不真诚？因为刚刚我问你想让我签吗？你说我可没有这样说，你真诚吗？你真的好傻！对呀、啊，女孩子说不要就是不要你懂个啥呀？哎呀，这不我不想听。下一位，你来。人物，王毅。说实话，这个王毅是我写的。王毅，是你，居然是地点。地点，在剧场。那就是在台上。我已经在台上。干什么呢？什么？做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这怎么做？你会吗？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等等等等等等，怎么跳啊？这不是要一起飞吗？啊！预备，王毅，王毅说他那个年代没有做过这个。五六七八，二三四，老年体操。六七八，不然怎么做好？我在先召唤你。五六，我记得有一。一二三四，我运动现在运动。二三四，你就是不管我怎么做，我一起飞好像是。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可以了，可以了。四五六，四肢运动。原来七七随唱随跳，连广播体操都可以的。
你的涉猎范围蛮广的。我这是哪一套广播体操啊？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做过雏鹰起飞。我做过雏鹰起飞，那可能你们老一代是这样的。琪琪，你来抽嘛，该我了吗？嗯，对。这应该是江青或者陈盼吧？对 ，CP 陈盼 ，CP，CP， 这人可真是懒呐、啊。谁写的？不好意思，是我，原来是你。在张欣怀里、啊、我写的、哦、什么要写的在张欣怀里你怎么老写这种老写这种我们喜欢的东西呢当场哭泣当场哭泣什么玩意儿哇这个要表演这有点难度啊我想看看 Siri 哭起来是什么样子你可以假装、啊、我知道了我的小面包又要哭了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看这样吧，你要不坐下啊？你要不坐下？那他更难了，就躺下来。对你坐下。哦、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先坐下，你先坐下。你坐的舒适一点。然后你就躺在，你就躺在他的那个怀里去。哇！你们近一点好不好？这中间。这是什么偶像剧做法？哦、好剧！说什么呢？不许说懂。是听听呀。新来的不懂事对不起。就怎么舒服怎么来，或者你躺下吧。真的。他不会对你做什么的，倒也不必这样。对。躺在他腿上吧。躺在真怕躺在人家怀里躺。在睡觉。不能躺。自我保护。躺吧。躺吧。没有刺儿，没有刺儿。这个好。有枪。你干嘛？你被绑架了。你们是要打拳击吗？不要打。可以好安慰人家快安慰你怎么了呀盼盼两个人是怎么你在给他你好像抓狮子吗江心好像在撸猫抓狮子为什么要哭呀你是警笛吗我笑因为难受我们剧场难受为什么因为我不能站着是不是他安慰你安慰的不够猛烈啊他安慰我了吗听到没有爱有所指你能不能安慰的到位一点啊你们两个有结节吗就是哦结界不好意思结界的人好了你不要一个做成了直角一个生气了他只摩擦他的那个头顶鼓起来的那些一丝丝都不想碰他为什么那还有一个就不用抽人了就知道是谁了是谁李雪安不是我你做了吗没有啊里面没有我不对啊还有两个人呢还有江心对啊里面是江心江心那这样先是江心然后是你好不好反正这还有可能是掉了我觉得可能反正还有好多呢我们写了好多地点你来抽他抽你到他了你刚刚抽的我抽过了没事没事就剩最后一个了山顶谁写的山顶啊谁写的站出来站出来谁写的王一山又是不是我写的我只写了谁写的厕所是我写的别的不是厕所倒我要打是可以、啊、山顶是那个山顶吗谁写的山顶啊是不是那个山顶是那个山顶你写的山顶干嘛不是我写的是江心怀的是谁写的山顶、啊、你差该叫山顶这山顶啊从这里劈到那里是被催人吗江心从这里劈过去我谢谢大家对怎么一条腿留在这儿另一条腿上去了没有劈叉吗卸下来不会丢上去你不会吗嗯你不会劈叉吗不会那太好了快劈给我们看、啊、你是要去山顶哎算了、啊、山顶大家看不到这样吧你就在要不换一个你就在 C 位吧你就在 C 位劈叉对对对你横着劈吧这样比较直观对你就直接这样劈江心现在轮到我笑你了、哎、面朝哦你这样劈也可以他还想劈横的啊来吧真的不行难度很高真的、有点疼哇可以哎可以王毅都做不来这样子的可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想看你来的等一下我要替他申辩一下王毅他不是连劈不劈叉的问题他的手到这儿就不能再弯了不信你自己来试一试王毅不劈叉放拿着我硬座也给你趴在地上王毅你能摸到地吗他摸到他的膝盖已经了不起了勉勉强强我是可以的小时候可是练过的然后
哇，看到没有？劈个叉，瞧不起我，王爷，劈个叉，劈个叉，劈叉，劈叉，劈叉，哎，我说实话，我劈叉我真的不行，但是我试一下吧，你试一下吧。好，有勇于创新的精神，加油，要打我们的脸。万一我跨断了，你们得赔我，我们给你补上，你们得赔我，我们给你补上，拿520给你粘一下。哎，我差不多了，只要王一腿也差。你都已经结束了，我以为刚开始的。OK OK， 那再抽一下，这是现在是。不就是费庆勇费哥的？让江费哥吧，七哥怎么了？让江先抽，你就直接抽，在哪里干什么？不是在这儿，这个是不是刚刚在升降台上？在升降台上，你不要给我抽什么怪东西哦！我看到了英文啊。哦，性感万用！费启源，费启源，费启源，恕我直言，这两个都是我写的。不愧是你，琪琪，好巧不巧中到了你头上。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针对你，好不好？我想也是，我真的没有针对你，对吧？哎呀，你既然不针对我，那我们就换一个。不会针对你的。哎呀，主要是不想辣到大家眼睛，大家就是今天千里迢迢，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大家共聚一堂，可以坐在这里，是我们的缘分，我们的荣幸。在这里，啊、我就个闪后辈的心愿吧，我终于可以现场看了。我就不要献丑了，好不好？没有没有，你们就偏要给我留点黑，就我以为我的黑历史已经很多了。圣诞台为你升起，没有想到2019这一个两个嘛，够多了，不在乎这一个。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吗？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绝对不可以。起来吧！啊，也太全了吧！这个也太全了吧！你好自觉哦。要不你和王毅一起？哎，别！别别别！怎么样？我可以邀请一个人是吗？那就王毅啊！别！我们只王毅。我们那个裁判只给你了一个人、哎、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就是那个还有 music 是吗？不过教学，因为我也说了嘛，我学东西很慢。你不是挺会的吗？倒也不会。你来吗？我不会，求你了，我真的不会。那你来。不是我们不会啊，我们都不会。求你了，你得给我一点示范，我才知道怎么做嘛。可爱挂的怎么会性感 wave 呢？对啊，我们都是钢铁一般的。没有，没有，我是说我自己。哦，这个妆快随上随地要冲啊！这不关我的事，快！那快点，快点给我一点示范，快！求求你们了，没有示范，不理他，不理他。示范的话，一会儿对你伤害更大。是哈。快！不会，这歌太难了。wave 就完事儿，wave 就完事儿，啥也不用跳。听不懂，wave 就完事儿了。来，问一个。搞不来呀！快，加油！飞起！尽可能的发掘更多的 wave 吧，对，就是这样，再见，下一组小伙伴吧。